什么情况？大哥，你不要太危险，你快起来。我是认真的，只要你答应当我朋友，以后这些书生过来管，压人过来养，你可以像别个的朋友一样打麻将。大哥，你不要勒索，你快起来，我是你妹妹啊。你不是亲妹妹，你要是不想在厂里上班的话，我就在山上陪你，老了一起埋在这儿，好不好？哎，叔叔。哎，夏婷，你二哥拿着花干啥呀？你还敢来？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今天早就是我人了。二哥，你不要勒索，不管有没有叔叔，我们都不可能在一起嘞。难道不是因为他吗？夏婷是你表妹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我跟妹妹是样机关吗？我有两个娃儿，我跟婷婷结婚，我不要娃儿了，不可以吗？啊！二哥，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我变成这样子，还不是因为他？拍是不是还拍？啊！你还要干啥子嘛？你还要干啥？夏婷都被你气哭了。还不是都是因为你，好不好？走开！哎，小张，你没事吧？二哥，你不要好了。走开！哎，小婷，小婷，婷婷，走开！不要你碰我妹妹。你走开！我不想看到你。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嘛？啊！他干了啥子？他没干啥子好心。他对你好，图啥子？你吼什么吼嘛？吼你啥子了嘛？你才认识他几天？像你这种，他真的不晓得好多个。你清醒点嘛，好不好？你凭什么跟我说啥子？啥子官没来了？你以为像你一样那么荒唐，想娶自己的表妹儿？还要小心听你想的孩子，你真的想的太美了。我想的美，我们的事情轮到你们管吗？啊，我不跟小林在一起可以啊，你也当我朋友好不好？你太不要脸了！你还想干啥呀？欺负女孩子算什么事啊？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好，冲你来，你给我等到。叔叔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二哥他。啊，没事，小婷，刚才没摔着你吧？嗯，没事。小婷，你这感觉太可怕了，以后不要再跟他来往了。姐姐，你受伤了？哎，小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可能是刚刚崴了一下，还能走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们去医院吧。没事没事，我等会回去看吧。啊，别等一下了，走吧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那小婷，你先回去吧，把门锁好，我就先送姐姐去医院了。不行，我要去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，这小姑娘。你真的喜欢她吗？啊，那是什么？没事，让她去吧。啊，小婷，快点啊，走，我们去医院吧。好。好，慢点，小心一点。走，慢点啊。姐姐，你慢一点。嗯，我没事。都这样了，你还逞强？我乐意。哎，二哥，你在干啥子？起啥来？用你来说，搞意思。什么情况？我去，这家伙。叔叔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先上车吧。好。慢点啊。小婷，小婷，哎，二哥，你认识你干啥呀？我啥子难道吗？你还拍？二哥，我是没有删了。好。二哥，你在说啥子？哎，小婷，你在哪里啊？叔叔，是你来了吗？你先别过来，你二哥在这里。哎，二哥，你跑什么？叔叔，你跟我二哥刚刚在干嘛呀？没事儿。他没有为难你吗？没有，他说有事他就先回去了。他走了？对，他回去了。他怎么一个人就走了？他说好要帮我背玉米的，他就走了。不是还有叔叔吗？待会儿叔叔给你背。你帮我背？对啊。你能背得动吗？你背得动啊。哎，算了，叔叔，这玉米叶上很多毛毛，你先出去一会儿，弄得身上痒得很。没事，我叔叔皮糙肉厚的，不怕痒。走吧，叔叔去帮你先搬吧。走走走，你帮我搬。走、慢点啊。哎，小婷，这玉米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呀？这玉米主要是今年太热了，天太干了，又没有什么雨水，它就长成这样子。那这还怎么吃啊？这拿回去喂羊啊，喂鸡啊这些。哦，原来是给羊吃啊。啊。你这小姑娘还挺厉害的，这么大一片玉米地都快给搬完了。我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刚亮的时候我就出来了，要不一会儿中午太阳好热的。那下次你早点给叔叔说啊，叔叔来帮你，这样你也能快点啊。没事啊，叔叔，这也不多。我自己能搞定，刚刚我二哥不也在帮我搬吗？那你二哥还挺好的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二哥最近有没有还叫你进厂啊？没有，就是他最近老是找我，他说一些
奇奇怪怪的话，他经常喝醉，你不胡说八道也听不懂他讲什么。啊？他找你干啥呀？有没有在欺负你啊？他没有欺负我，但是我问他怎么了，他也不说，奇怪的。没欺负你就好。哈哈。那个在到来了吗？啊，还有几个。我看。啊，这还有哪几个了？好，好了，完了。我一般完了。走吧。好，来，我来拿。好热，好热，走。来。好。走吧，你坐前面。叔叔这么多啊？没事，还好。啊，都怪我二哥，要不你放在这儿，一会儿我再过来一趟。没事的，我可以的。你看你都背那么多，我也可以的。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嘛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走吧。好，慢点，小心点啊。嗯，好。叔叔到了。啊，到了。嗯。来来来，我先给你放下来。哎，好。慢点。有点重。没事。哎。你看你满头大汗的，你先去洗把脸吧。没，我叔叔，我先给你放下。啊，好好好，来。哦。来来来。好，你去洗脸吧，我把你这个拿下来。好。小婷。啊。叔叔，阿姨们那个想看看你了。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前面那个好像是小婷。好的，叔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哎，小婷，真的是你啊？叔叔。是吧？没事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对了，小婷。啊？你们每次都来这么早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去的晚了，他们都卖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去的好慢。快走吧。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最先到的？嗯。哎，我二哥。哪里啊？哦，好像是的。走走走，我们走快点。好。找方向了。慢点。告诉我们。坐下，杨子。啊，小婷，走。这位帅哥是你男朋友啊？我朋友啊，叔叔阿姨早。早。叔叔，我们就摆这儿吧。摆这里啊。嗯，这比较凉快。好，欢迎。叔叔，你先去休息吧，一会儿卖完了我叫你。好，我再自己去转一下。好。看夕阳，看夕阳，慌慌张张，却只为碎银几两，偏偏这碎银几两。借着世人慌张，小婷。啊？你看叔叔阿姨都回去了，要不我们也回去了吧？今天生意不太好，还剩这么多，要不我们再等一会儿吧？哦，那你这些卖完一共能卖多少钱啊？三四百块钱吧。哦，那你等叔叔一会儿，叔叔去给你买瓶水。好。喂，小张。邵总。我马上给你发个定位，你过来一下。好的。邵总，什么事啊？嗯，小婷那里卖东西，看到没？看到了。嗯，给你500块钱，你去把他东西买了，不要说是我说的。哎，好好好。
傅给你说了，我们回去了吧。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